财务投资计划出现结果可能与预期有差距，自己有一些失望，需要重新调整财务计划。出国留学或旅行的事情可能不得不改期，工作有危机感。处女满月触动了天海冥三大外行星，可能会带来梦想的迷失，看见了一些真相，自我突破或变革受到阻碍，也容易被一些突发事件干扰，无法专心地做好眼前的工作，日常的生活容易被打乱，可能会造成手忙脚乱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